今天来帮牛番茄套袋啊，这牛番茄呢长得还真的是不错，蛮硕大的，虽然风很大呢，但是也没有把它吹垮啊，只是这个支架呢，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啊，也就是还不是很牢靠啊，看起来牛番茄现在呢，正是开花长果的时候啊，这可能还要到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才有机会享用它吧。因为这牛番茄呢，要整个转红以后呢，才比较好吃啊，所以还是要等待再等待吧。OK， 那这芥菜的部分呢，已经开始在享用了，所以一颗一颗一颗的变少。可能还可以吃个两三次吧。既然呢，这个长得实在是，良莠不齐吧，又有三个该剪了，等一下把它剪下来。历经了一两个星期了，今天再来重新观察，这个铅的这个保护膜、保护的围篱呢，到底有没有好处？看起来是有点好处了哈、原本这一棵呢，只有一片叶子，现在已经长出第二片叶子啊，上面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围起来的状况哦，这个原本也是只有一片叶子的啊，最近呢看这边长出了嫩芽。所以也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二颗啊，第三颗哈哈，本来就是比较高挑啦，所以本来叶子就在上面在下面就很难再看到因为它也没有再长出新的叶子，所以也就没有进长足的进步啦，但最少它还是有叶子，不错。这是我们的第四颗，看起来还好啦，因为它下面的嫩芽呢也开始冒出叶子来了，所以整体上来讲这个效果还算是蛮好的。 OK， 这是以上四颗，我们再往下寻找其他的咯。这是我们牵起来的第五颗，这一颗呢看起来比较没有明显的变化，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底下呢已经嫩芽了，已经长出叶子来了，所以还是有相当的帮助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它可能连一片叶子都没有。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六颗，第六颗我感觉上是比较显著的，这一颗呢嫩叶长得非常的多啊，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吧，下面这个都是它的最近长出来的嫩叶，没有被吃掉啊，所以这一颗呢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它的成效呢会非常非常的显著，我们再仔细观察。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七颗，第七颗是华善可成的因为它本身就已经长得比较高，所以就比较没有被啃，但是下面的侧枝呢就是我们观察的地方，就看它会不会长出新的叶子来，理论上已经有新的叶片长出来了，所以这样开始呢，明年以后呢它应该就会长得比较好一点。OK， 以上是我们做了一些维护的方式呢，减少生墙的破坏的一些成果咯。